墨香引路入幽径，书声朗朗伴晨兴。奥科大图书馆承担着大学的文献保障中心、学习交流中心、资讯素养培训中心、教参服务中心、档案管理中心、特藏发展研究中心以及教学与研究支持中心七大使命。目前馆藏超过900万件，包括超过200万种图书、11万多种全文期刊、1800多种报纸、600万篇学位论文、296种电子资料库。图书馆共设有3个馆区、N座主馆、24小时自习区、晴天会校区图书室。在科大借阅图书非常简单，只需要打开手机 WeMust 里的图书馆应用，点击扫码借书即可。同时还可以看到你在图书馆的借阅详细信息，其中还有本学期新推出的转借功能，读者不需要到图书馆借还书，只需要扫描上一位借阅者 WeMust 里生成的转借二维码，这本书就会转借到下一位读者的借阅系统里啦。既方便又快捷，让我们的图书流转起来。图书馆设有3个馆区，每个馆区都有不同数量的座位供同学们自习使用。除此之外，图书馆还有适合不同人数的会议室、讨论室、个人研修室及迷你影视厅，分别设立于 N 座主馆和24小时自习区，大家可以通过 WeMust 的个人研修间预约使用房间。图书馆不仅有丰富的实体资源，还有很多电子资源。实际上，图书馆有95%的资源都是电子资源。图书馆有近300个资料库，只需要用 WeMust 账号密码登录图书馆的网页，就能访问和下载这些电子资源啦。无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，只要有网络连接，就可以随时随地地使用图书馆资源。图书馆2楼设有专门的澳门资料区，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很多和澳门相关的书籍与资料，让我们更快地了解和认识澳门。如果你所需要的资源在图书馆暂未找到，你还可以联系图书馆的参考咨询馆员，他们会提供馆际互借或文献传递，帮助你获取所需资源。除此之外呢，还可以联系资源建设组的馆员进行建构，即您选书，图书馆买单。图书馆设有自助打印服务，读者们可以根据旁边的服务指引，使用澳门通或校园卡进行自助打印、复印或扫描。另外，图书馆还开设有许多资讯素养课程，帮助读者了解和使用资料库。图书馆下设研究支援中心，为大学科研人员的撰写与发表学术成果过程提供支援和服务。本中心提供选题、选择出版处、文献查找、排版润色、投稿、发表出版、知识产权等服务。为维护大学及其成员的声誉，
鼓励独立思考和创新，大学禁止一切抄袭等学术不端的行为，图书馆提供查重服务，学生通过 WeMust 电脑端提交待查重的论文，图书馆收到后进行查重，反馈查重报告到导师端，待导师审核结束后就完成查重啦。图书馆为教职员及学生提供查收查引服务，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文献线索及检索要求，查询文献被各引文索引收录和引用的情况，并出具检索证明。图书馆将用全部热情和真诚为您服务。